台南市102年舞蹈比赛决赛，11月23日伫个新市秋国音乐厅进行。进入决赛的12支队伍，大家拢提出本领，伫个舞台顶要来拼一个冠军。按要求比例，都市风情到代表庄卡红毛的舞蹈，台下顶的演员个个是步数经典，舞步十足，每一人面上充满自信，不止提高了整个比赛的水准，也赢得了节节破声。我们今年把主题叫做五彩缤纷，那也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缤纷的舞蹈比赛，那让我们社区的凝聚力可以凝聚在一起。因为这个比赛是由团队来参赛，所以我们各区也会选拔他们自己各区的代表哈，那代表一个社区的力量。咱这边的这个两场的预赛，再加上今天的决赛，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活泼活力都可以呈现出来哈。在这区，大家这个喜欢跳舞的这市民哦，以舞会友，大家互相交流。我的客家的民意代表是，我感觉交流了客家各方面的舞蹈竞技哦，首先大家在编舞、排舞还是讲演练哦。方面进步很多。专程到场来为参赛者加油的罗市长是讲，伊看到了各区之间会当以舞会友，用舞蹈做交流，联系大家感情，就亲像是一个大家庭同款。伊看了是真欢喜，伊讲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未来会继续甲办落去。我嘛真希望讲吼，借着咱这个比赛，算这个以舞会友啦，吼以舞会友，因为关系合并吼。进前大家台南县、台南市有分嘛，较少交流啦。这县市合并了后吼，37个行政区吼，今仔各区的区长拢有到位吼。大家安尼比赛表演一下，吼大家互相这个练习互相比赛感情互相提升，安尼自然而然，咱大台南都会当形成一个大家庭。各区将着即马上届事件的金鸭舞红放入表演，同时用乌面老伯营造在地的特色。而伫下营区这边是将下营的白鹅甲搬出来，并且伫个歌曲内面配合表演，爽歌有力的增卡味是不亚开十足。Thank you.
过了将近三点钟的比赛，紧张的时刻终于到了，大家拢认真来听着赖市长公布这种名单。大家想看卖咧，后手剩多两队啦，我看卖咧。一个看了知影，迄七个的啦，啊，另外一队咧，下营哦，哦，咱来民意调查者，那七个的赞成七个的野手好唔好？啊，你若无问我讲是第二名、第一名，你野手。好，既然哈。先公布第二名，果然被你们猜对了，七股区。哈哈哈哈哈！会赢，真正会赢啦，哈，会赢是冠军啦，哈。打败了所有的对手，安阳鹤建社区摕到了第一名，含着60,000元的奖金，欢喜的笑容，连赖市长也被感染。在颁奖结束了后，大家都要留下纪念的相片，也拢相约明年再相会。